老板，给我来个热包子。好嘞。好香啊，多少钱一个？5块钱一个。给我来一个。钱你自己拿，我眼睛看不见。阿姨，我拿了你10块钱，现在找你5块。阿姨，包子和钱你拿好了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包子。哦，没事。哎，小姑娘，你是不是找错钱了？不用了，阿姨，毕竟我赚钱比你容易。哦，谢谢谢谢，你真是个好人呐。哎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钱给你打过去的。你的包子，这还有奶奶的包子钱，你拿着吧，这毕竟我赚钱比你们容易。纸杯，我是谁，忘了谁也无所谓，谁不是